陈公主，那边有一张苹果树，结着苹果，又搁大又搁红，一定真好吃。来，你吃看。苏阿姨，你给我出来。来呀！哎呦喂！别生气啦，你嘛知我的好事是三家猫啊。在想，雪梨以后就是从爱吃苹果。过去，伊大刚伫我耳旁边讲话讲袂停，我一直感觉讲伊真烦。哎，伊即卖人无伫我身躯边，无听着伊讲话声，我竟然感觉讲真袂惯势。真奇怪。